接近大自然的，所以呢，让他们在教室上课，对他们来讲是困难了一点，因为他们本身天生就是活泼好动，他们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他们只要闻到听到声音，他们就会翩翩起舞，所以呢，鼓一打下去，他们就很带劲了，他就整个动起来了。那一般真的法器呢，我们不让小朋友轻易的就使用，必须在下面呢先练习，练到很熟练，才能拿真的法器。而且告诉他们拿法器呢，必须存着很恭敬的心，好，因为呢法器呢是护法龙天的耳目，所以呢为了引导他们学习，我们就会制造一些道具，譬如说用厚纸板做成壳子的样子，当纸的样子，那上课的时候让他们手摸着这个道具，他们比较有兴趣学习，甚至他们很踊跃。和尚呢每年都会带他们回台湾去表演，把他们的成果展现给台湾的助养爸爸妈妈欣赏，所以梵拜呢他们是必须学的，尤其是早晚课作为他们的定课，重音就一下去，两个，这个，两个，那这个呢？